你的童年有阴影吗？你的内心有创伤吗？你下课回家，妈妈有骂你成绩不好吗？说你继续这样会当 YouTuber 吗？不是，这是我自己讲的，没有写。只要来这边住一晚，这些烦恼统统会不见。我一些真的好听，下回不行，老板也要给我钱吧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开玩笑的，但房子真的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。我们上次有开箱台湾最难的景点，我们这一次也要开箱台湾最奇怪的民宿，看看外国人来台湾的时候住了大饭店之外，他可以住哪里比较有趣？不错吧？感觉好像住两床嘞。然后我们的第一间就是华联德蘑菇屋，哎，是不是长很像？有没有？那这个民宿的特色呢，是除了它长得像一个蘑菇之外，它一晚要8500。八怎么比？八是这样子比吗？这不是山吗？好，忘记了，8500。然后呢，这附近非常安全，因为对面就是华联县长的家，所以他会保护我们。谢谢县长。那这边的评论呢，蛮有趣的。米克曼有说，蘑菇真的是魔法的地方，所有童年真的会体会到。但今天我要就回到我的童年了，没有床上，妈妈没有打你那种童年。我妈妈没有打我啦，对，乱讲。罗新君又说，梦幻的蘑菇庄园是我的法式下午茶，有法式下午茶。这里谁是法国人？我可以说是不是法式下午茶？一尘不染的室内空间，竟然还有指挥语音的功能，一定要带喜欢的 DVD 去看。还有那鱼，我不会念，但是他的阿妈穿了白雪公主的衣服，我要融化了，太可爱了。Oh my god！ 我要像阿妈一样可爱，大家不要吓到。Ericson 有说民宿主人很正，环境布置很用心。那我可以说民宿主人非常的亲切，然后他看到我比周杰伦还要开心。我的偶像 ，Hello， 你好 ，Hello， 我是每天都在看你，谢谢 ，Hello， 我好喜欢你，我儿子每天，妈，我觉得哭好哭，他都拿东西去给他们放好朋友吃。She is my sister。 我你不要跟他讲，这是我的梦想，这是我的魔光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好开心啊！看到周杰伦，好开心。不要跟周杰伦讲。周董，对不起，我比你有名。他讲的不是我讲的，是他讲的。喂，麻烦给我半羊奶配莫吉托。不能太高了，我这个已经偏高的人看起来差不多。现在台湾这些居然真的很不亲切哦。Let's go。我没有敲门。有精灵在里面吗？哇！一进到这个房间，怎么说？我立刻回到我的童年的感觉。好酷！每个细节有超用心，全部是木头啊、石头啊，跟小矮人。不要怕小矮人啊，我自己还好啊，我本人这么高，怎么会怕？到二楼的时候也看到他们准备好衣服，真的每一个细节都不会让你出戏。有啊，你咋哭啊 ？OK 啦，他们还准备了一个法式下午茶。哦，这是什么？很好吃 ！Oh my god！ 哇哦，这应该是我在台湾吃过最好吃的千层塔。哦，非常的法式，但是呢，我是没有小番茄。小番茄呢，是一个蔬菜，不是一个水果。光为了这个法式度，我给3分了。开玩笑，我给100分，超级好吃的，而且水果很好吃的。吃完下午茶，我就在客厅看中文书休息了。白雪公主在森林遇到了一个小精灵。你好，六贝。你是谁啊？但我突然发现这一组人并不是周杰伦的加分，而是有精灵在里面吗？小精灵。小精灵浪漫模式。好的。哦，画面好可怕。他能用魔法控制这个地方的所有事情。开冷气。我要出去。好的，我回家了。好的，回家模式。但中文要够好。开灯，请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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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请重说。开灯。我去休息了。晚上时间到了，我要说门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超级大的锁口。啊，不是花莲县长在保护我们吗？欢迎县长，交给你喽。我去洗澡的时候，发现那边的毛巾都是弄成大象一样，很大。
我终于可以享受他们的 DVD。哇，超多哇都有。Are you cars? Oh my god！ 不然需要我一定要看这个。我这我六岁的时候我有哭哎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我弄 DVD 弄到一半，突然听到一个声音。OK。有听到声音吗？有听到吗？小弟，你是你吗？花莲县长没有在保护我们吗？什么意思？小弟，小弟，你听到我吗？小弟，死人，这是谁啊？到底？面对一下。大家应该有看到，我最近很爱送 Emma 窗帘给我身边的朋友呢。今天呢，就是刚搬家的 Amber， 嗨。太突然了，刚搬家哇，好烂，很烂，哇 ，OK， 哇，好，等一下，看看像不像，哇，像也超像，看一下，这是好事吗？你是不是已经收到你的 Emma 床垫？是 ，Let's go。那 Amber 特别的爽，因为他拿到圈套，他不只是拿到被床垫，还有拿到 Emma 的床架加那个 Digital 防水保洁垫。防水包就那个，先来开箱看看吧 ，Let's go。哇哦！那 Emma 呢？依然是在法国收销的，销售第一，销售第一。床垫的部分是欧洲品牌中最多独立动的海比床垫，也是欧洲获奖最多的床垫哦。来，跟我们来介绍一下。来，对对对，假装很甜蜜。OK， 哦哇 ，Oh my god！是不是感觉很适合生三一个小孩？妈妈会姨母笑哦。妈妈是不是很支持？谢谢。好，那我们一个月后来看看睡得怎样吧。Let's go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经过了一个月，我们来看看 Amber 睡得怎样吧。Let's go。那因为 Amber 是我的员工，不是我老婆，所以你跳吧。我跳，你跳，好 ，Go。还要再跳吗？还要再跳吗？好烂。Emma，Hello， 早安。好，你是怎样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因为它软硬适中。真的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它会符合你的颈椎。所以我都会买。这么认真。而且我觉得它床架还蛮不错的，就是它旁边有那个小口袋。哦，可以放手机的。睡觉之前你们一定都会滑手机，就是把它放在这边，偷滑。那如果大家想要 Emma 床垫，他们要怎样？他们要。用我的折扣码酷爵命令，母亲节活动最低5%，输入我的折扣码再享全部9折。这是谁啊？到底？面对一下。嗨，好了好了。没关系没关系，是我们家的女王之星。哇，谢谢。超开心的。谢谢。有个手，他每一集都知道最新的是什么。那个蛙人，哎，有看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拜拜，晚安，好可爱 ，Oh my God， 是无厘头子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人生嘛，虽然感觉还是少了一个 feel 啊。这样嘛，这样才有 feel 啊。哇，等你去帮我辛苦。在这里就想回到我的童年的夜晚。幸好他们先来了，有人敲门哦，我常这样。只有凭我派，才能叫人垂涎三尺。苹果派，但突然肚子饿，想吃宵夜，所以我就到了楼下吃一颗苹果。我操！哦，小精灵，小精灵，我请休息了。No， 我今天早上直接在二楼的床起床，我怎么在二楼？奇怪。然后我就去吃咱们鸡公的早餐，然后有个超级可爱的蘑菇馒头，而且蛮好吃的。然后我在我的后园喝了一杯咖啡，享受一下人生。进迪士尼不要告我，小精灵中文挺要再加油，不然走动来怎么办？4:08，我们去歇间吧 ，Let's go。南投的就是森林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很多报道显示这里重现了宫崎骏的电影场景。然后对不起长辈们，但是40岁以上的人可以直接放弃来这里，因为每间房间有显不同的年龄跟不同的体重。我等一下能不能进去我的房间，我自己也不知道。但总共有4种房型啊，我是住托高塔最高的。やめて、素晴らしいですね。我不太会讲日文了，对不起。OK， 那我一进去这间房间呢，不能超过38岁。这个
我 OK， 但重点是说不能超过90公斤。我最近吃了很多东西，所以有点紧张。我特地为了这个来了个体重计。我们来看一下。OK， 来紧张哦，紧张哦，紧张哦。十公斤的 ，Oh my God！ 我是不是因为吃了太多芋头呢？嗯，我的外在好可爱。好的，我可以进去了。Let's go。好的，各位，我必须说，我是第一次进去一间房间里面哦，第一个看到的东西就是洗手台。对于这个洗手台，居很有意见呢。洗手台的高度1001公分的我，无法洗脸的房间也没有高头，高高它高头高勺高头可以抬。反正意思是说洗手台很高。好，这个洗手台我们先避免一下哈。可以当下再试试看，反正不急，我比171公分高很多，有什么好紧张嘛？光明的浴缸非常适合17公分以上的人哦，看我在里面有多舒服。好冷哦！为了到第二层，我们必须要坐楼梯。啊，这部分有点小可怕，因为84公斤的我有怕楼梯会断掉。但我顺利地到第二层哦，发现说全部是床，这个床超爆大，我就躺躺看，觉得很舒服。直到我看到后面就是洞，你滚下去就是滚下去了。我真的希望今天晚上不会做噩梦，不然我就在浴缸里起床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到三楼了，就是我现在在给你们讲话的地方。我那时候发现，因为这里全部是铁，所以这里的灰音非常的厉害呀。啊，我很惊讶可以看到我的阿妈的茶碗呢，像说怎么会在这里？阿妈有住过南投吗？天花板全部是玻璃，所以非常适合拍完美照。有这个天花板呢，可以不用看天气预报，也可以跟自己打招呼。嗨，这样？你说什么？你不想？你不想自己一个人吃晚餐吗？好啊，下一个挑战。我现在我已经买了2份晚餐，我就是要。亲人跟我一起吃吧。这么特别的一间民宿，我一个人享受太可惜了。而且这么多台湾人请我吃饭过，该轮到我来请了吧。于是我决定开车到市区买晚餐，然后随机邀请路人回来跟我一起吃饭。这间好吃哈？哎，好吃。嗯，我不敢问他。你好。哦，好尴尬，我要怎么做这件事？你好。Hello， 你好。你好，不好意思，你，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里面吃晚餐了吗？哎，你好，不好意思，里面有吃晚餐吗？对，你在等谁？我要找一个人陪我吃晚餐。对，不行，我回台中了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单独一个女生也不行，没关系，我不会，我会被抓去关的。有警察，他们是来找我吗？男友太有经验了，所以不管听到什么答案，我都不会走心。你们有吃晚餐吗？哦，有了，我们刚吃了。啊、哦，刚吃了。OK， 现在6:30而已，居然已经吃完饭了。要不要我请你们吃？我已经买好了。已经点了。哦，你们已经点了。他们居然这么聪明，已经点好了。哎、欸，你有吃晚餐吗？没有，我现在想要。你要不要我请你吃？我已经买2份了。嗯，不用了，因为我还要买回去给我阿公吃。哦，居然这么孝顺，请台湾人吃饭也太难了吧。关键时刻来了，我超过90公斤，我就不能再进去了。嗯，这我吃这么多，我这个胖2公斤什么意思？好吧，那我就在这里睡了。大家早安，我在这里睡一个晚上，我就变成货了，因为货儿在货高塔睡一个晚上就会变成货了嘛。啊，我们自己做这个，那我知道这边的早餐是披萨，也有人说早餐吃披萨，我知道那个客户很酷，但是可以给我真正的早餐吗？我们来看那个披萨好不好吃。出来了，蛮酷的。来，啊不，啊不，我这女生怎么吃饭呢？到底？我去！啊！帮我吃吗？好的啊，整体来说，我觉得除了床有点恐怖之外，昨天睡到一半，然后突然我的枕头掉了。我觉得霍高塔是个很特别的体验，可以呼吸清新的空气啊。
那我换了机站外面招惹之后，我终于面对171公分的客人觉得太高的洗手台，结果呢？可以啊，那刚好的。内地的人都挺早吃饭的，披萨比头发好吃，幸好细菌不要告我，谢谢。4:02，我打是打进了出去的黑啊，南投的安妮叔，我在这里，嗨。那在中午好可怕，但是结合云南的壮壮叔安祖劳的风格，那这间房子呢完全没有水泥跟砖块，全部都是木头盖的。好，来看评论的话，徐彦成又说很特别的软放叔，适合情侣一起来。那你要回去吗？还有三个人提到说地板超滑哦，很容易跌倒。我还没有换手机壳，我有点紧张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Let's go。一进去就可以看到一个秋千，我不太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把它放在那里，但是反正没有不喜欢秋千的人吧。哎呦，哎呀，哎，很不适合啊。那去到门口的话，可以看到说，哎，我真的太高了，很烦哎，怎么办呢？真的好烦啊！进去的时候就感觉你到一棵树里面就蛮神奇的，你看就是全部是木头。因为是太多人跌倒的关系，他们贴了这个东西。所以就算有穿我超级好看的秋千袜子，还是不会跌倒哦。GodofTour.com， 现在去买。虽然其实有，但是都不拍到而已。哇，真的很滑哎 ！Oh my god！ 大家来的时候还是要小心啦。然后回到化妆台那里，又会有另外一个秋千。我觉得他们对秋千有一点强迫症哎。接下来我到了最有效率的浴室，可以边洗手边大便边看风景边泡脚，哇、wow ！接着呢，我爬楼梯到顶楼，然后那边真的是风景，因为但是门有点难开，但是一打开可以看到一个360度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中央山脉，真的超级好看。哎，我好晕！你可以想想一下这一次早餐吗？你看有多棒，好棒的哦！哇，这碗还可以洗手。我在那边也看到一些肉麻的艺术品呢，然后真的很适合情侣。像这边 Sean 跟 Ruby 最近又来这边，然后感觉过得还蛮开心。你们觉得 Sean 跟 Ruby 是真爱吗？反正下来我就被那边的娃娃安慰了，谢谢你在。哦，你很多灰尘哎，哦哇。然后现在呢，差不多是晚餐的时间，然后我要去完成我的任务，耶！但大家别担心，我有个新的设备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在金融城附近的一个休息区，我买了两个摩斯汉堡的套餐。然后呢，我的新策略就是看板。好，那我给自己一个30分钟的时间，因为不然东西会冷掉，然后请人家吃饭有点不好意思，然后我会尴尬死了，我已经很尴尬 ，Oh my god， 我已经超爆尴尬了，因为这边完全没有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有这个看板，一定马上有人。嗯，有猫咪，猫咪你来给我吃饭吗？我们没有说中午不行。猫咪，你想要跟我一起吃晚餐吗？喵。哦，我现在休息站的鹰回来耶。对。啊，谢谢。为什么？我要上班。啊，好吧，好 ，OK， 谢谢，谢谢。好温暖，你看我还是被请，我想要请别人吃饭，我被请，是什么意思？而且很好喝，但最温暖的还是这个跨越国际的延伸交流。你好。你好，你是要拍那个 video 吗？对，那个、那個、吃饭的影片。对，我可以一起拍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喂耶！你们怎么称呼？我叫 Rogers。Rogers， 然后你是？妮妮。妮妮，好的，那我们走吧。可以啊。太好了，我马上来告诉玩玩电影这个好消息。我收到人了，走吧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然后介绍这间情侣民宿给 Rogers 和妮妮，爱妮叔。对，然后本来是非常适合情侣来，哦，是情侣来。对，你们不是情侣啊？你们不是情侣吗？我们是朋友。你哦，你知道我们当情侣吗？那就是可能到这里就会遇到真爱了，真爱在这里了。我跟你们讲了，我们不是真爱，真友谊了，不是短爱啦。好，没有，好朋友而已。我们边吃饭边聊天，我发现 Rogers 对镜头一点都不陌生。因为我平常也有在拍戏，真的，真的电视剧啊、偶像剧、广告、戏剧类都有。因为我是演员啊，真的假的？对对对，哇，灵眼啦，临时的。
你们很辛苦哎，因为灵眼很不好赚的、啊。对对对对，灵眼很不好赚。我刚开始拍的时候是8小时到10小时，只有500块。虽然这个行业很辛苦，但入行5年的 Rogers 也持续努力被看见。哎，那我们等一下要不要拍一下里面内部特色介绍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替你介绍好了。你这样这样没有啦，我不会介绍。大家好，我是 Rogers， 我今天来介绍这个民宿哦，蛮特别的，就是这个整栋哦，就这一间，嗯，它是用以鸟巢的方式去做设计，哎，就是。好，那这边是什么？它做一个就是双人床啊，就是情侣住是可以的，哎。可以边大便边泡澡呢，大便在那边，你可以大便的时候也可以看着那个风景，有有有，对，然后大的时候会比较顺畅。然后我特别看，那这边还很贴心呢，嗯，还做一个拉链，不要让你男朋友看。哎、欸，不是、欸，我们没有提到说你问什么是要你介绍，是因为我是云南人啊，对，我妈妈就是出生在云南，对，但是我没有去过云南。就是、有对，有，你知道为什么他放辣椒吗？因为云南哦，他们那边当地很能吃辣。有有有，对对对，所以他故意用一个云南的风格的那个造景这样子。那你会吃辣吗？哎，我完全不吃辣，我一吃辣就拉肚子。哎，我是连小辣都不行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三楼这个地方哦，很特别，你要开的时候你一定要顶着它，用力往上，它这个非常重，就是你边拉呢还可以边健身。有有，对，它这个真的很重。啊，你照一下你自己，你很累是不是？他说设计很有特色，他主要就是让人家体验他们这个怪怪屋的那个民宿的体验，就是一个设计很奇怪。我只能说，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啊。还是怪鸟老师公的 Rogers 回家好了。早安，我今天早上超级早去看日出，我就爬上来看这个太阳出来，就是超级感动。好，这是没有，我睡过头了，我睡到9点了，而且我也做过他们提供早餐的时间，所以我就先好好的泡澡 ，nice， 然后我就去附近的社买个早餐，爬上来这里好好的吃，觉得哇哦，这个人生真的是基本嘛，基本上是要这样子过日子的。风景好漂亮，不一定会遇到真爱，但想遇到的话，可以请 Rogers 来引一下。4:04。好，现在我准备离开，但是我离开前呢，我有一件事情非常想要做。好，我们去下一间吧。我们来到宜兰的工匠加哥的小木屋啊，反正我就是要住这个露营池。然后大家知道鲁跟车跑步比赛的时候谁会赢吗？当然是鲁，因为露营车。好，那我们进去之前先来看一下留言吧。 S39 有说，老板好亲切，看到客人叫得出名字。他刚刚叫我的全名有一点不知道是不是很亲切。没想过您从哪里来。台湾是不是骂人的时候我才会叫全名啊？李长顾没关系，就至少大家会记你的名字啦，这还不错，还蛮贴心的。然后艾宾有说很棒，超级适合带情侣来。我看这种留言是干嘛的？那我一进去发现其实里面的空间超大的，我本来以为会在一个很窄的房间睡觉，结果超爆大的。唯一小的东西是洗手台，这好可爱哟，怎么可能？我是第一次看到一个比我的脸还要小的个洗手台。跟着瑞秀的留言，我就去窗帘的花轮轨道。因地的主人讲房屋打扫的真的很干净，我还可以去抹灯具及窗帘的花轮的轨道，真的没灰尘。其实有一点点的灰尘，但跟我家比起来。干净很多啦，的确。地板光脚都起来，还干净的到咕叽咕叽的。我地板好冰，好害羞的，我的脚。帮我打马赛克。真的有咕叽咕叽到。那边也还蛮贴心，也给了这边的特产一兰冰，饱哎。然后我是第一次吃，觉得蛮好吃的。Oh, no.No， 我弄脏了。觉得特别高级的部分是刺上可以干湿分离，又是一个比我家还要厉害的一个地方。有超过171公分的人，可能搞二楼会比较辛苦一点。我个人是因为我超过171公分，比较可惜的是不能进去驾驶座啊，没关系，我在旁边玩就好了。好的，来，现在呢，我就是要去完成我的任务。我们来看看北部人有没有比较好要钱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这台机好棒哦！啊，不管坐几次都会很尴尬。你好，
你好，我一直都有在看你的影片，谢谢。我跟我先生要吃饭，你要一起来吗？我已经买好了啊，真的。你们要不要跟我一起来？我买了四块炸鸡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在肯德基前面等你。耶，我在看你的影片。谢谢。你们是宜兰人吗？台北人。台北人。我们目前在英国工作。哦，哇。然后我们。你们昨天才结婚，真的假的？哇塞！那我们来吃炸鸡来庆祝吧。所以我就是这样子认识汉跟 Rosie。Rosie 是中文老师，汉是工程师，他们两个一起住英国，然后他们回来台湾的原因是为了办婚礼，耶！恭喜他们。后来汉说，虽然他很喜欢吃炸的，但是他比较想吃咸酥鸡，因为过了几天他就要回去英国了，所以我们另外去买咸酥鸡，然后我把他们带回来民宿。这都是你的？都是我的，不错吧？酷哦。我就知道这个地方比较适合情侣了。我们开始吃上了之后，其实我们聊了很久，我们聊 YouTube 啊，文化差异啊，英国生活啊，英国人他们对食物的要求很低啊。对，我们要聊他们的婚礼，哎，他们是彼此的初恋，是不是很感动？第一个男女朋友就结婚了。那你们是为什么想要结婚？就我觉得差不多，这个颜色你要怎么回答？好好说。没有，我觉得是差不多，加上因为先爱，因为爱。去英国之前都是远距离，我住台北，他住我住新北，新北。然后他没有很远，这个远距离有点远，搭捷运你要搭15分钟很麻烦。他们说婚礼的时候，大家都哭了，爸爸哭了，妈妈哭了，韩哭 ，Rosie 哭了，我没有哭，因为我不在。但蛮感动的啦，我有让汉尴尬一下，对不起，我不要在老婆前面问这个问题。他最喜欢颜色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绿色，你没有最喜欢的吧？白色，我的手机是白色，我永远都是白色的手机。下一题，对不起了，祝福你们可以爱彼此一辈子啦。耶、yeah, ，我会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大家在留言祝福他们，他们好可爱的。然后早上我就是被火车吵醒，真的有够帅。老板娘李会很亲切，地板干净，当洗手台，正好洗手不当洗脸，哈哈哈。来这边的情侣建议先确认对方喜欢的颜色再来。4:30，我们去下一间吧 ，Let's go。好的，我们到了最后一间，然后这一间在台北。这的评论呢，还蛮奇怪，有个人说，一进去房间乱七八糟，是在 Hello， 厕所有点奇怪，有时候去会怕怕的。这些评论真的很差哎，为什么会来这里？然后最后一个人说，冷冻库里面有厨余，大概看到超级想吐，这尾巴厨余放到冷冻库，是想要解冻把它吃完吗？不是啊，因为厨余就会坏掉啊。怎么了吗？那我不得不说，这一间真的很像我家了。我们来确认看看是不是这样。好自然，没想到吧？好，大家呢？我知道很 C， 但是我想要说的是，这趟旅行我去了几间外表特殊的民宿：可爱的蘑菇、奇幻的火车城堡、神秘的云南猪，还有超级大的伊兰露营车。超级大的伊兰拉面吗？每一间看得出来，老板超用心，是连我都会觉得眼睛会为这一亮的民宿，很适合想要探索台湾不同面貌的外国人，让他们知道台湾的建筑物也是可以很有特色的。我也在这一趟旅行遇见了很有趣的人，有了很珍贵的回忆。但这么长的旅行 ，OK， 但对这么长旅行的我来说，最棒的地方还是我自己的家，还有在里面当着我的人。那些留言都是你们写的，是不是？那我冷冻库怎么了？你讲啊！我们一起看，我们坐一下，你看啊，还好啊。到底谁会把厨余放在这？就这样子不会坏掉啊，不会有味道啊。你为什么不能直接丢掉？你为什么要放在这？因为不常丢啊。那厕所那个是谁写的？我真的第一次来厕所，我知道超可怕的。你们家的厕所真的长得很不像一般厕所。我要说实话，我一直啊，我会觉得很奇怪。我每次进去都以为我来泡温泉的，你们想看到温泉吗？我自己觉得很像一个披萨烤箱啊，很不像一般厕所会有的一个装潢哎、欸。这里你还要学英文呢、欸，你看。哎、欸，我来这么久还没有把它记下来。这是我意思，到底什么意思？表白。不是。好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什么意思？你们还给我一颗星哎、欸。